院长，我们问一下，因为之前有说呢，就是支持韩市长选市长，现在有没有可能会不选大局来帮韩国瑜补选？为台湾整个大局，就是帮他做好事。帮他做好事。有执行长效仿，执行长，执行长同意说，认为说你排在第十名会有点失心。我们执行长效仿，不是我在这边，主席，那主席把自己列在可能是前十啦，八到十，那人家觉得会不会有点失心了？其实部分区的名单呢，还是应该是一个整体的考量啊。我想我们不要聚焦到任何的个人，那这个名单都还没有出来。我想我也不做任何的评论，但是我相信党中央一定会以胜选为最大的考量。那这个赞成跟反对的声音大概都有了，所以我想这个主席可能会听完各界的声音之后，最后做这个判断跟考量，到底排在第几名比较适合这样。我想党中央大概在下周三就会比较明朗，对部分区名单会比较明确。那现在我想都是外界的揣测，还没有最后的拍板定案。那我想这一切党中央都会有一个通盘的思考，然后做一个最后的确认。我还是公开的，那么呢表示吴主席要这个尽力完，我是乐观其成。那院长觉得困境在哪？很多了，以后再说好不好？现在谈不完。那个宋主席没有给你投票的，你还要再写下去吗？你若知道他不会给你若知道他不会给